像我们所引用的是路透社，路透社所引用的是东北大学所做出来的地震模拟，而看这个地震模拟的图里头，颜色越深的就表示震度越高啊，瑞士规模震度越高，所以你看到到了这个 epicenter 就南端半岛这个震央中心的时候，它颜色是非常 very very strong 非常强的颜色，那比较 weak 的就颜色很淡，所以它的范围其实你所看到的这个整个褐色的范围有浅一点的，有非常深的，到最后变成是橘红色的颜色，就是最主要的震央区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